好，大家继续再玩 D N， 今次翻到嚟咧，继续答问题啦。今次嚟到呢一个活动举办嘅会场，入去咧就要答问题，如果答错咗咧就会挑战呢一个嘅训练家挑战啦。好，咁啊问下问啲咩啦 ？OK， 第一问第一个啊，身高体重同边只精灵完全一样啊？应该唔会系烈焰马啊？毒刺水母咁大嘅，一大口福啊嘛，大口福。第二题。乜边龟？哇咁错得啦，唔使睇，错得啦！大蚀背，大蚀背啊，大蚀背咯，我谂系。第三题，体重上鬼师同鬼师通边只轻，边只重啲？一样重咯，我记得好似系。厉害啊！全部答，哇咁犀利，咁犀利。OK， 提问第一个，长尾怪兽。长尾怪兽有几多只手指？三只。土龙弟弟背面系咩颜色？蓝白。边只唔可以学扎根？芝麻龙德蜥蜴王。太阳珊瑚。边只唔识学扎根？咩啊？蜥蜴王识唔识扎？咦，蜥蜴王应该唔识蜥蜴王啊？哎，厉害，全部答，哎，太犀利，系咪真系噶？我咁犀利嘅咩？吓，好，龙牙士兵几多只脚？死啦，四只、六只、八只、四六六只啊？六只嘅话咪六只嘅话就系二唔得喎，六只就唔系咯，咁就八只啦，应该八只啊。第二题，边只化石精灵比较重？哇，大镬！第二粒应该系战锤龙啊嘛？边只有钙率不能进化？咩叫有钙率不能进化？三蜜蜂啊？雪童子嘅话就一定进到化啦，因为佢系可以进到冰鬼户啦。三蜜蜂。奇鲁里安都系可以进化做沙奈多，咁使三蜜蜂咯。真遗憾，被背有全部打接受 P K。好啊，哦、好在好在唔系打咁多啫，打六啊八咧系嘛，放钉我唔换重咪得咯。哇，即刻要换重啲，是但系，哇痛到啊，痛到一个地步。超铁暴龙照放，烧伤嚟，哎烧伤果有地震雨，地震。哇咁犀利嘅招技，一个冲浪冲住，哇咁佢都未死，好波啊！慢马照用啊，冲浪，哇佢快啲咩？居然系，照打，唔好理啊！虫鸣加速特性，奇异花，分，唉，好，过未？替身加速特性冇问题啊，打唔死我冇问题，问题不大，片死你，片死你啊！蜻蜓夹招啊，搞掂，好，我赢到我啦，我都唔多讲啦，请进，好，仲有咩问题？沙利凤啲性别差异啊，哇，大镬啦，边个系班翅膀嘅班啦？我谂系霸王花性别差。点会知啊？斑点啦，又系斑点啊！斑点斑点，铁甲暴龙嘅性别差，应该系角比较短啦，系嘛？喂，啱晒，太强啦！我实在睇翻第一个咩精灵同咩精灵唔可以交配？怪力沙雷朵得，沙雷朵同臭臭嚟好似唔得，系啦。系咪威龙神速边一个优先度？一睇都知啦，系嘛？神速啦，唔使谂啦。使用种子机关出能连续攻击五次嘅几率系？哇！数学题啊，连续中五次，十六分三啊！唉，真遗憾，唔识啊数学题，我谂一应该系呢条数学题搞到我错咗。哇！剑舞打佢啊！风铃铃啊！哇！死得咁好，咁样嘅阵容，死硬，精神干扰，过未？哇！催眠，打佢。阳公，阳公，唉冇啦，
云雀，龙套色，好，龙虾，龙星群，哇，系犀利，一嘢打到咁样，交叉切，好，念力土话玩完，催眠，攀瀑布，再攀，俾多个机会我，掂啊！蒙哥莱啊，死啦！咁好，吹咗先，交叉切，交叉切，冇醒住，未醒未醒，搞掂，靓波啊！赢到我都唔多讲，请前进。喂，我要回血啊，唔该。喂，要答晒啲问题先。拥有王者特性连锁技嘅双马骝咧，使用种子加出攻击暴露王，暴露王惊嘅几率大概有几多？谂下先。一个好像是中十喎，咁十之后就中十，中十嘅话，好似10%会惊啊嘛。如果冇记错，如果10%会惊嘅话，连续中五下，咁咪一系32，一系41，咁冇理由62啊，应该一系得五下机会啫。我就，但系我真系唔知道，应该41啩，41啦。当我之前使用咗5次影分身，忽略其他嘅因素，对面打我机率系几多？哇！呢啲全部数学题，我点会知道啊？应该唔会高啦，系嘛？33啊，并冇有全部答对，只能前进。唉，可唔可以翻去啊？喂，如果得嘅翻去都好，翻去回血先，回完血再翻嚟。喂、欸，喂，搞错！哎、欸，大镬！一样重。喂，搞错，仲要打多次？你咪同我讲笑啊！我边度打赢啊？唉，玩完啦，玩完啦！唉，死埋！哇，黐线，屈我钱嘅喺度吓，乜、啊、又即又要轮啊？喺度吓，又要又要一次过答赢，一次过打晒先至当赢啊！呢个咁嘅通道，喂，唔行嗰边住啊，行上去睇下有冇啲咩特别先。咁搞法唔系路喎，好快俾佢磨死咯。上咗志愿阵先，好开翻个 GB 声先啦。志愿阵最好咧就系呢一个，但佢已经改过嚟嘅呢度。精灵都会死亡啊，因为呢、這个咩啊？好多咧，好多训练家为咗追求完美，为咗获得一只性格合适、个体优秀或者有住特别色泽嘅精灵咧，而佢精灵嘅身体嚟不停攻击杀同类嘅精灵，我对呢种行为非常痛心，因为被打得咧进入濒死状态，精灵冇救助就会死亡，咩精灵好可怜，即使死都冇人治。好啦，似乎讲多，不过呢个系事实嚟嘅。唉、哎，咁得太快啲咩度？喂、欸，贝托，喂、欸，呢、這个咪嗰个新组嘅，系啦。咁呢个绝对环咧，的确都讲出咗咧。之前咧有一段说话就喺黄金市道呢一个护士咧，呢个乔伊都有讲过，系咪乔伊？系啊，乔伊。就都有讲过呢一番说话，就系啲人咧为咗追求呢啲完美嘅能力值啦、完美嘅性格啦，咁就会可能不断捕捉其他精灵，然之后放生咁样啦。就可能即系讲紧呢个生态啦，当呢个 Pokemon 咧系一个正常嘅生态系统，成个生态系统而言论咧，就呢一个就会破坏咗生态咁样咯，系啦，就想带出咁样嘅信息咯。呢、這个作者系啦，好入去坟墓，呢个咪坟墓啊？呢、這个广播塔嚟咯。今集系冇咗坟墓啊，应该系灵魂之家，系咪呢个得翻呢个咋？好呢、這个，我系你啦，你好咧，好好咁陪住精灵，你都祈祷一下，精灵一定好开心。长久以一齐相处嘅精灵已经超越咗呢一个关系，好似我孙咁啊，咁犀利。好呢度咧，你可唔可以相信，竟然有人咧因为厌倦自己的精灵抛弃佢哋，老爷将嗰啲抛弃嘅精灵咧收养起嚟培育啊？你去灵魂之家睇睇咧，实力满满嘅训练家，希望佢帮我赶走啲嚣张嘅暴走族，我帮佢赶走啊！好，志愿阵咧系一个位于山脚下咧清静小镇，自从有咗广播塔之后咧，逐渐咧变得热闹啦。呢个咧，占卜师，唔使占卜啦，唔使帮我精灵改名，我啲精灵啲名好好听。
唔同姓郑嘅人咧都嚟呢度扫墓。我回咗血未啊？哦，唔使回血，满血。好，上塔先再。我呢度有个训练家要打。哇！喂，即系有个人喺度嘅，同一个人嚟嘅应该系嘛？过去睇下先，我假扮我啊，百变怪变出嚟啊！哦，打呢个山佬先。啊！黐线佬，怪力最憎打怪啦，我同你讲。地震，爆炸拳又系嗰啲套路。哦，呢系咩套路呢？就系 100% 命中，再用爆炸拳屈我机喺度。如果我一击杀唔到佢咧，咁我可能会死。啊 ，OK， 最憎啲套路。同嗰个咩格斗古车一样，都系咁衰，系啊，用嗰个咩啊，冇防备嘅性格啊，令到啲命中咧 100% 其实好屈机，你知道？用落怪力度咧，基本上都怪力就会变咗一个好好用嘅战力，因为佢如果 100% 爆炸拳咧，混乱啦，一嚟高攻，二嚟就系有混乱啦。但系佢嘅缺点就系命中低啦。如果配合咗呢100命中，基本上混呢个爆炸拳系屈机。好，睇下呢条乜料先。嗯，又系呢条友啊，冇咁多你都嚟咗关东啊，终于见到你啦，嗯，呢个系咪阿 Blue 嚟噶？你唔系嗰个条友，你到底系边个？莫非你敌人？你喺度讲咩？我永远都系你嘅同伴嚟嘅，系小南啊，系啦，小南姐，好耐冇见，嗯，你变得成熟好多。自从我哋各自离别之后，我遇到好多人，识咗好多人，享受住精灵训练家嘅生活。不过而家唔系讲，我揾你有目的嘅。前嗰排咧遇到一个嚟自未来嘅少年，佢同我哋讲嘅嘢咧，过去事实咧全部都相同。佢都话俾我听咧，训练家同你咧将会消失喺呢个阿尔宙斯嘅步骤当中。而一只咧传说中嘅精灵阿尔宙斯将会破坏成个成都。吓，你叫相信一个傻仔少年？一开始我都唔相信，但雪拉比从嗰个少年嘅身后出嚟，我就相信。而且咧，那个少年讲完之后就走咗。我谂因为佢嘅穿越时间有限。之后根据嗰少年讲咧，揾到嗰个训练家，同时亦都四处揾你嘅下落，而揾唔到你。每次根据得嚟嘅消息到达咧，你曾经待过嘅地方，你已经唔喺度。而且咧，嗰个训练家咧，你好似有啲在意，所以我相信咧，嗰个训练家之后一定会同你相遇。吓，所以你就扮成个傻仔啊！啊，咁都有一定原因嘅。不过主要咧，我知道佢喺附近，睇下，唔使扮啦。我头先讲嘅，你应该都听到啦。所以接下来要讲嘅，请你要听住啦。根据嗰个未来嘅少年讲咧，阿尔宙斯破坏成都地区咧，不久嘅就会发生。而发生悲剧，引发悲剧咧，就叫新组嘅组织。新组个带住负敌个僆仔啊嘛。啊系啦，我大概都估到你应该同嗰条友有呢个牵连啦。未来嘅嘢咧，知道咧你两个都会受牵连啊，而又消失喺暴走之中。所以咧，你听住唔好再对嗰个组织咧有所牵连。咁成个成都地区毁灭唔理啊。嗰个我会想办法，不过咧你哋就唔好搞啦，真系嘅。小蓝姐自己谂办法，咁口袋位于哦，我明啦，你早已经联系过啦。呢一个咁荒唐嘅事，佢哋点会信呢？系一开始我就有联系，不过已经失败咗，所以只能用另一个方法。但系请你听我讲，唔好再接触啦，我一定会解决呢个悲剧。你唔使将自己责任放喺身上，我永远都系你嘅同伴，因为我够强大，你阻止啊！我都觉得咧，一个人咧好难解决嘅，我都系帮手嘅。你真系傻仔嚟，已经知道你哋未来结果，唔去参与先系最好，真系傻啊！成班都。你小林姐点讲咯？我会用我嘅方法帮助你，以及回避呢个结局。所以千里迢迢话俾我听呢个一个事件，真系越大越唔听话。至少应该听下劝告，唔好再前啦，好唔好啊？唔好，我都会帮手。点解我要听你啊？我有得拣，我呢度有。唔好，我都会帮手。见你咁坚定咁好啦，咁咪用精灵。如果你赢咗我就唔改，输咗嘅话就算数，唔好再你新组啦。哼，你想赢我？讲笑啫话，82咧想赢我许愿，哇好似好屈嘅剑王先许愿，哇睇嚟系用呢一个消耗型，哦我唔惊嘅，惊啊正尽情咁惊啊你只嘢，惊啊，哇终于实现愿望，走奇异巴大自烧，哇死仔包啊，哇冇中，好在佢都冇中，吓到我咧，差啲滴咗两滴冷汗。之后就转做快呢个大力蛙电磁波靓啦，交叉切，哇闪电，地震雨，地震，其实都靠得好少，潘瀑布，哇仲未打唔入去，招格技太少，靠得同埋唔够咧，
幽灵，按哈喽加阴谋先，暴风，哇唔好死啊！你唔会俾啲咁嘅气球用特工杀死噶，火，哇咁都唔死，好波啊！一个阳光打死你啦，皮可西，皮皮啊，哦，究竟大呢只皮皮叫咩啊？大皮皮，细粒定系佢呢只已经系叫皮皮嘅？应该系。系咪咧？好似唔系喎，又哇阳光烈，哇冷冻光线，我最想要嘅技能佢出咗，系咯，我冷冻光线我永远都储齐唔到，因为佢要20000，要几多钱啊？首先你要储齐一张会员卡，之后再喺黄金市个 market 度买，几经辛苦，所以我永远都攞唔到咯，谂我，哇暴风雪，算吧啦，赢唔到我啦，放弃吧啦，哇！结冰你唔系话呢个时候结冰好大镬喎，冇问题，过未？哇黐线，仲要麻痹，喂得地打到，哎打到好啊，百变怪、哦，变降鸟，变降鸟好唔好咧？俾降鸟佢咯，俾降鸟佢啦，就呢度用空切啊，空切掉爹你咪掉啦。空你切啊！空你个切啊！过未？大家斗斗磨啦！你又打唔赢我，我又打唔赢你啊！而家哎得啦，赢到啦，一定赢啦！好，阳光，哇打唔死，阳光靓波，系我输咗，跟讲我唔会讲啲咩关于新组嘅事，希望你尽量小心，再见啦。OK， 真系似孖筋嘅，难打到呕。好。最麻烦又结冰又麻痹，最烦就系呢啲嘢啫嘛。如果唔系咧，都冇咁烦。八号道路去边噶？八号道路睇下先，冇乜钱嚟噶已经。诶，呢度山吹市呢个可以过去。哦，系啦，原本我就想过山吹市，咁即系话过呢边啦，系嘛？好，回咗血，放咗黑老家出嚟练下呢嘢先。大力威其实都唔需要特别，哇！呢度要打双打，我唔打双打，死都唔打双打啊！睇得爽，上啦我 baby， 将对面嘅欧云眼打低。呢一边搞咩飞机啊？唔好阻止我热血正战斗，走！哇，搞错啊！佢将对面沙基拉，喂，唔俾打喺度，我放一血高效，哈，死硬啊你！地震未惊过。一啲草飞虫用地震都唔会打死我哈鲁加啦，系地震地虫用地震先打赢我啫。好，我有捉哈鲁加真系太好，因为我觉得哈鲁加可以用嗰啲剑舞，即系加攻击力嗰啲技。喂，用六毛虫进化裂空座太相似啊！有传诶、欸，等先，我哋下一行过去先。好嚟啦，诶、欸，做咩啊？好。班拉蝶咧系由无球进化，每日我由六毛虫进化，肯定系咁。不过裂空座都有可能系六毛虫进化，太相似啦，系啦。曾经有讲法就系咧，呢个无球咧就系进化呢个班拉蝶啦。而末日我好似系由另一只虫进化，好似唔系六毛虫，好似系调转咗个两只。曾经喺初代时候咁样设计嘅，咁但系唔知点解最后系变咗六毛虫进化，可以去到班拉蝶咁样样咯。不过呢一样嘢都系初代会。曾经在初代出现过一个情节之旅，格拉格拉又要过，哎，哇，乜都冇讲佢，迷路的一嘅喷射啦，好多啦，哎，又系怕火，有火冲实在太好啦，合金怪又系怕火 ，very good，OK，、okay, 好，喂，落唔到去嘅，点解呢度？为何？哎，呢度可以落去。O K， 喂，点解隐咗形咯？黐线啊！玩玩下隐咗形嘅成个。Okay, 喂，哇，乜都睇唔到，仲要又系怕火嘅只，四倍火添啊！呢只爆金甲唔怕火，不过都可以用火打。地震再喷你火啦 ！3D 龙喷你个靓火，喷你个靓火，青铜钟喷你个靓火。喷你个靓火，唉、哎，好波，出翻嚟啊！啲人样 ，OK， 唔好识行喺度，唉、哎，豪力喎、啊，喷一喷嘢先，
哇！俾一变晒暗啊，黐线嘅，有冇得行嘅咧？究竟？又冇，冇得行喺度。呢度顶住咗，吓、啊！即系话山吹市，我哋过唔到就要行呢度啦，系嘛？可能系。诶，呢度冇得行，行呢边咧？呢度行唔到，但系嗰度有个楼梯喎。哦，呢度就咁过去啊，真系。好，到呢度。呢啲路真系好难。诶、欸，呢班 idol 嚟做咩呢？与你有何干？哎，换错重咧，换嘅地震雨啊，要精神干扰，震你啦，高超鸭，震你高超鸭啊！大食花转做黑老家，喷火，火爆，吹吹，哇！冰拳吹，吹呀吹，让这风吹。靓啊，机会，哇！火拳 ，OK， 顶得住，好，慢慢回晒佢。唔结冰就冇问题咯 ，OK， 走得转做地震雨，唔好结冰啊！真系唔好结冰啊！护敌召集，哇！冇估到，死啊佢！哇，咁你都唔死，靓啊！风神犬，快大力蛙，吹！哇！狂野电催眠，哇！大火阵玩完啦呢部，呢度保护先。逆轮我识龙星群，赢到嘅应该啊，赢到一招打死你，得翻一只钢鸟，打唔打得赢呢？之后应该打唔赢，我觉得。喂，落咗喺呢度。但呢度有咩用啊？上去呢度 ，OK， 哇！啲路真系咧复杂到咧，哇！前面有条咯，唉，呢度有条，死得啦，死得啦，过尾，狂野电添仲识，我、哦、玩完啦，准备收档，咦，赢到佢喎，赢到佢喎，但系沙牙，唉，玩完啦，真系。只要撞到啲格斗技咧，我只钢鸟就即刻废咗啦，因为佢一定有岩石技。好 ，Alex， 咁你今次呢集咧嚟呢度先，下集继续呢个绝对横点系咪先？拜拜。